尾怎么救活？若是薄荷枯萎了，在没有死去之前是可以救活的，要注意做好养护管理，保持生长温度为20到28摄氏度之间。当温度超过35摄氏度的时候，就会导致枯萎现象加速，所以一定要做好降温的措施，以及及时的将它移植到室内阴凉通风处，并且向周围喷洒湿水，这样可以达到降温降湿的目的。还要有充足的阳光照射，阳光照射的过强可以适当的遮阴，禁止暴晒现象发生。